Omega 三帮奶甩掉经痛。香煎鲑鱼山药健脾胃，消水肿。坊间有此一说，吃鱼不会肥胖，吃鱼水当当。鱼正是许多女性非吃不可的口袋美食。尤其要吃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鱼种，既能延缓肌肤衰老，还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甚至有助控制体重不会肥胖。在众多鱼种中， Omega 3含量最多，且其他营养价值高又均衡，享有水中珍品美誉之称的鲑鱼，对于女性来说还有缓解经痛助孕的好处。聪明补充， Omega 3缓解经痛，助好运。含有丰富的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，包括鲑鱼、鲑鱼、秋刀鱼、青鱼等深海鱼类。但是为什么女性青睐鲑鱼呢？营养师李婉平表示，鲑鱼有哪一些营养与健康益处令人爱不释手。每100克的鲑鱼肉去皮，约含 20.2 克蛋白质， 14.9 克脂肪，约221大卡热量，67毫克胆固醇。例如来说， Omega 3非常丰富的是鲑鱼，每100公克的鲑鱼就有约1270毫克 DHA， 893毫克 EPA， 每周建议摄取两次就能补充到足够的DHA和 EPA。 另外也含有维生素 B、 维生素 E 等营养素，不仅有助孩童的成长发展，银发族养生保健更是女性的餐桌凉拌。其中 Omega 3脂肪酸对于容易有经痛的女性来说，适度补充有改善的效果。Omega 3脂肪酸能维持大脑及神经系统正常运转，还能调节发炎及免疫反应。由于经痛大部分与前列腺素的作用有关，而 Omega 3脂肪酸正好可以减少造成经痛的前列腺素产生，具有抗发炎的作用，进而有助缓解经痛。有研究指出，女性若摄取足量的 Omega 3脂肪酸，有助于增加好运气。研究，鲑鱼富含 Omega 3脂肪酸，有助降低罹患心脏病风险。鲑鱼中所含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，对于心血管、脑部都有意外好处，包括有助降低血脂、血胆固醇，能防治心血管疾病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曾经报道，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、
飞鱼等鱼类含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，能降低罹患心脏病风险。鲑鱼含有虾青素，有助延缓老化，防止老年痴呆。此外，鲑鱼还含有虾青素抗氧化物，虾青素被誉为红色奇迹，天然的虾青素被认为是最强的天然抗氧化剂，能够有效清除细胞中的自由基，促进细胞再生，能够减少体内衰老细胞，维持身体平衡。Omega 3也是脑部、视网膜及神经系统所不可缺的物质，适当补充有助增强脑部功能，延缓老化，防止老年痴呆和预防视力减退等。中医，鲑鱼有助补虚劳、健脾胃、治消瘦、水肿、消化不良。除了从营养学角度来看鲑鱼对人体的健康好处，以中医理论认为，鲑鱼属性甘平，吃其肉有补虚劳、健脾胃、暖胃和中的功能，可消瘦、水肿、消化不良等症。但是，提醒虚寒体质者，不建议吃鲑鱼、鲔鱼等生鱼片。烹调宜采取多采用清蒸、水煮、凉拌、烧、烤、炖、卤的方式。营养师李婉平表示，在此推荐一道融合鲑鱼、山料的香煎鲑鱼山料食谱，提供大家食用。山料有补肝、补肾的作用，且山料属于鼠蚁科，以淀粉居多，有补充元气之作用。不过，提醒，山料里有荷尔蒙雌激素以及类雌激素，会让子宫内膜增生，若是有子宫内膜异位、子宫肌瘤或是乳房纤维肿胀等女性，不宜天天大量吃山药。香煎鲑鱼山药，食材：鲑鱼菲力或鲑鱼肚一块，山药两块，牛奶100毫升，番茄数颗，味兰100毫升，酱油100毫升，糖一汤匙，玉米粉适量，菜苗些许，盐与胡椒少许。做法：一、鲜香番茄涂抹少许的盐、糖、胡椒调味后，放于烤箱烘烤后备用。二、将鲑鱼放于锅中，小火煎至表面微熟后起锅备用。三、把山药蒸30至40分钟后，将其捣成泥状。
4. 将牛奶与山药泥一起烹煮，并加入盐少许调味。5. 将蔚蓝与酱油倒入微量水中，并加入少许的糖煮沸。等其沸腾后，加入玉米粉搅拌至浓稠状，将山药捏放至香煎鲑鱼上即可。6. 最后食用微型菜苗点缀。